是放光明，不败的英雄，伤痕就是勇敢的火种，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张开双手，心燃烧着征途，未来就在眼前，爱的国度，成功之路，自信永不认输，眼前的幸福穿越迷雾，我的心中的梦与前方战向一阵狂风，黑夜会释放光明，不败的英雄，伤痕就是勇敢的火种，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伤痛，遇到困难放下心中执着，我在那个世界习惯失控，狂风暴雨毫无畏惧闪动，对我来说只是越战越勇，心把雨去向前，只求别做梦，别在我的时候会战斗，出梦胜过我们做自己的英雄。心中的梦与雪纷争，像一阵狂风，撕破黑暗释放光明，不败的英雄，没有人能阻挡我的梦，不怕伤痛。合体，哎呀，合体，哥，围魏救赵有关呢，杀他们措手不及。什么？这位置不就是
绝地反刀。火星剑，火星剑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让我来！你别来管我！你们回得来吗？我担心幽冥魔的目标就在天板商店。我现在立刻就回来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回去，肯定是个圈套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那里受困的是我朋友，他也是我朋友。相信我，只要速战速决，就可以破他们的局。敢挡我的路，让开！张叔叔，欢迎啊！李叔叔，你们赶快呼叫警力增援，这里等一下，可能会有危险。李赵叔叔在这儿，哪有什么危险？欢迎，快撤吧！欢迎啊，快走！我不会走的。走，欢迎。娘！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欢迎！哎呦啊！敢欺负我老大，俺金刚来也！我的天哪！啊！滚开！你没事吧？是尽力了，但对我来说不疼不痒，因为我不动如山，重如雷震，金刚拳。
山海巨力之金刚必杀术。你已经触犯了银河正义法中不可饶恕之嗔煞罪，我金刚铠甲宣布剥夺你的一切权利，并对你进行封印缉捕，束手就擒吧。罗汉碎骨拳，还原钻法，金刚混沌波，欢迎，你没事吧？欢迎，欢迎。哎呦，谁？他们认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罗云，你这个废物，这不是白白牺牲了？失礼，我绝不客气。小飞，哎呀，我真的不认识，好，我真的不认识。认识认识。哎，老赵啊，凭我多年的经验，他们肯定认识。嗯，没错，这次我们要盯紧关关，退休前好好立件大功。对，走。嗯。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两个老爷们儿一块来看我啦。哎，算我倒霉，在电梯里遇到他。你说谁呢你？信不信我锤你？两位。我看啊，你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，可能是刚好散步路过这里吧。啊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欢迎是瞎猫呀？还是死老鼠啊？你皮痒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俩能不能看在我都躺在这儿的份上，可不可以别吵了？哎，小刚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这么巧就赶回来了呢？啊？啊哈，你不是已经发出店里要被攻击的信息了吗？是啊，但是你走的时候不是把召唤器交到我手上了吗？你应该感受不到才对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？我还有一件事要找你商量。你说吧。我想研究这三副铠甲各自的战斗数据和之间的差异，你能不能把金刚召唤器和卡盒暂时放我这里？召唤器和卡盒怎么到你手上呢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要不然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就当将功赎罪了。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家里练习一款新的游戏。哎呀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最近要考试了，所以我一直在家里努力用功，所以我就……真是个无比欠揍的人。喂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别闹了，你继续说。昨天晚上我在家里正练着游戏。
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再不开门我就砸门了。嗯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里面的呀？嗯，哎呀，我的窗户怎么少了一块？你一定是幻影故意的，臭幻影！完了，我会被幻影揪出来的。既然是你已经答应的事情，就要认真的当一回事。男人嘛。幸好召唤器在我这儿，所以一出事我就赶过去了。哎，我说他怎么这么有把握。好了，你没事就好，休息吧，我走了。真拿你们没办法。昨天的事情很抱歉，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处理。没关系，你们男人应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哎，你那边需要人手吗？我可不可以去你那里工作？柚子，睡饱了？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我想跟他一起去工作。你说你要跟他一起工作，去送快递？嗯。拜托，现在赚钱方法有很多，你一个女孩子，我还真的没见过女孩子送快递。就是有些人吧，自己没前途，还要拖人下水。你再想想吧，小飞说的也没错。要不你和他商量商量。你少给我假惺惺装好人了，你这种人啊，给你个高位置你也就撒得更远罢了。喂，你说话有点过线了。过线？线在哪儿？哪儿有线？我告诉你，我还觉得你特别假呢。我做什么直来直去，不像你老是搞一些心理活动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你自己很帅？他今天说想试试，我想也没什么不好，实在不行好歹自己也试过了，再说自食其力，无论赚多赚少心里面都踏实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再走。我没什么意思，你也不必多想。柚子，我们走。东西，进来吧。下面我宣布。本次大赛的冠军是吴刚，掌声送给他。谢谢啊。嗯，游戏王，有一个私人比赛，比的就是你刚才拿冠军的那个游戏，他们那儿的冠军奖金有10000元，你敢不敢来试试？你说什么？要比赛我们就正大光明的比赛，干嘛搞小动作？不好意思，俺吴刚对这种比赛不感兴趣。没关系，你果然和他们说的一样胆小。哇，你这个怪头啊，我告诉你，俺吴刚从小长那么大还不知道书字怎么写。时间就是现在，地点就在后面巷子里。那还不走，到时候去晚了害俺拿不到冠军，小心俺吹你。那就走吧。
哼，没想到你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不用怕，我不但是游戏高手，我还是打怪冠军。金刚铠甲，合体！铠甲合体！我劝你快点下地狱吧，地上是很危险的。18层的电梯已经在一楼等你了。又出现了。必杀术吗？没问题，命中注定还需要我送他们进地狱的电梯。